这是一把细茎的菠菜，给它切一下，切成段。给它搓到盆里，里边加点食用油防止出水，拿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里边打鸡蛋，再给它搅拌均匀。加点盐，加点十三香，加点花椒粉，再给它搅拌均匀。加两份米玉米面，再加一点点面粉，再给它拌匀。这都可以，可以上锅了吧。锅里抹点油，给这菜下进来，上边塞点水，关上盖子焖三分钟，掀开看看，我看翻翻面，盖上盖子再烙两分钟，掀开看看。出锅，来切一下。看咱这炸两薯饼，吃着又酥又软。